带大家看看你们的酒店。这是你家酒店，这里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里是厕所，非常大，三级台阶，步步高升啊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然后走到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全身镜，不要看我，我不好看。这边是两张1.5米的双人床，在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电视，这里有一个书桌。哎，重点来了，重点就是这边夕阳沐浴阳光休闲小躺椅啊，这里还有个角落可以放点东西啊，非常的舒服。你在夕阳的时候坐在这儿，就感受阳光，非常的惬意。好了，带大家逛完你们的酒店了，接下来我要去哪儿呢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刚放下了行李，带大家参观了我美丽的房间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。今天因为看了一圈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因为晚上7点就要去排练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吃烤肉，找了一家附近的烤肉店去吃个肉。我要吃肉先。大家好，我现在穿上了我心爱的破洞裤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心爱的破洞裤。看到破的洞了吗？这是我心爱的破洞裤。想烧了吗？来啊，你来烧我裤子呀。我们今天开始拍摄，这是今天的拍摄场地，第一次在棚里拍摄，搞了个这条条。今天我们的风格也非常的不一般。看我们今天的衣服，白麻袋。我觉得这个衣服比那个红的适合我跟你说，这衣服我这衣服穿出去，我粉丝肯定会说烧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就是大概是大家审美都不是一样的。这歌词太难背了，妈耶！给你们看我们这歌词，太难背了。开始拍摄了。好，苹果要去。这次我不是已经被众人所决定了。拍摄生写了。是拿来干嘛的？原来是投影。哇，地上，哇，地上很好看。这个很弱的，看一下还是什么线。看到里面，你跟我走。小夏，然后那个宠物兄弟，开始今天的拍摄了。
来来，状态来了啊！开开心心，开开心心，开始。有点开心不起来。哎，出事儿了。对，看看上头，看看周围。OK， 卡。还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啊。我进去了。我主要在这个部分。走。一会儿我们穿了再拍，你先歇会儿吧。我不，任性的可爱又好心的 STF 姐姐。快走。还能坐吗？看看好看吗？好看的。哇哦。好来，不错。好丑。这一段，这一段，就在这一边录的，不要任何站位。拍摄间隙赶紧多拍点潘立德，不好看，头仰高会圆，没下巴。好，那就专心看我拍摄照片吧。要开始准备拍摄，练习一下舞蹈。现在要准备继续拍摄了，好多呀！你们进去收小心啊！好，不敢不敢我。哎呀，跳错了！啊，老师没看我，没被发现吧？别再问是什么，有这么多是规则，我体会如何要继续伪装清澈。要错的痛苦面具再次出现。好耶，没有错。一二三，起来，快离开。
地崩河，冲往所归，离别风暴中心的虚构者，也像是当本能一腔炽热，哪怕被注视着遇见苦涸，装地热想象的我会变成什么角色。就算我和心不足，就算我和不注意到你这感觉是很微妙和惨白，就算我从不说难过，就算我再不想去留恋这渴望着雨水冲淡去见证，就算我连不见什么，就算我一点不激动就坚持着本性不被表现不断，人们各种虚构最后就只能算作什么无法取代我。慢慢放手，是什么？有这么多是规则，我体会如何要继续伪装清澈。我想变过什么？去站的夜色已经被终于所决定了。一头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监视器效果，还有奇境，奇境呢？换衣服啦！我换了一个造型，现在是换了另外一套打个服。看不到长什么样，但是我换了个造型，长什么样？我们的这次打个服长这个样子，哎，怎么感觉有色差？怎么是紫色的？明明是那种酒红色的感觉，然后还有一个带带，就是这样。对，黑的，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哇哦，带搞新的地方，他们玩的好开心啊，我也好想去玩。我也来玩一下。你撕开一点嘛。绝对很爽，加速中。效果一般，再来一次。这次的好漂亮。导演组独特的魔音，跑车灯，跑快点，跑车灯，跑快点，跑车灯。抱歉，突然告诉我们收工了啊！但是呢，还要拍合照。不如就在这里再重复一下那天晚上的。啦啦。一会儿还要拍升息呢 ，Oh my god， 升息还没有拍呢。他咋开始装死？搞快点，搞
好难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对，来来，对齐对齐对齐，站好。进来。后面的人拍得到吗？是。Oh my god。이렇게하면 다음